国民上这三遍金丝协奖牌是二花关江过千期伫桃园来举行的全国运动会两网网球当中所取得的，而另外两面单牌是日前伫中国台州所举办的世界两式网球比赛的这成绩。面对二花关江有这么好的成绩，局长郭信良上午公开来表扬。有这个机会，有这么优秀的人才，那当然是因为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能够适合他继续为他的包括生活上一些补助，还有他训练的场所。能够有让他继续发挥，不至于中断，是因为尽己所能的话让他有更好的环境，那为明年的亚洲杯打下更好的成绩。郭清奇在国校二年级开始接触到两班国中和高中拢是校队选手，参加过包括着世界锦标赛、甲二场杯、甲全运会等等大大小小比赛，拢有真好成绩。去年到议会来服务，嘛无来中断着自我训练，对着会当来代表议会甲台南市参加比赛，伊是感觉相当光荣。参加了全国运动会，觉得虽然很辛苦，可是得到了奖牌之后很开心，然后很谢谢。家人，还有谢谢我们教练，还有谢谢我们议长，还有很多的议员有去帮我看比赛，然后帮我加油。面对着有稳定工作，可以当持续家己的这运动兴趣，郭清奇表示讲会继续打拼做训练。你就嘛希望讲也当好好训练，争取到未来亚洲杯甲这亚运等等这比赛。那边新闻台以上议会采访报道。